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ptain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何文田街三号的一个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望下。何文田街是一条旺中带静的街道，有很多客人都专登慕名而来的，因为附近就有超级市场和银行的，再走出去窝打老道就有很多的生活所需都在这里找得到，而且交通呢亦都是非常之方便的。今天带大家看的单位呢是何文田街三号，我们先看一看一入门口呢就已经走到是我们的厨房了，业主呢就改了做开放式的厨房设计，跟住就再走条走廊呢就到我们饭客厅的位置。这个单位实用面积953尺，是属于一个低密度的住宅，现在我们就是望紧饭厅。单位之前呢都做过装修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望埋个客厅，除了摆了两套大型梳化之后，电视、地柜和茶几放在这里都有很多松动的空间，装修呢就简洁实用。景观方面就是望翻翠绿的树景。客房呢面积阔落，做了两张单人床，有两个窗，房门隔离呢就做了一大排的衣柜，而走过对面呢就是我们的主人房了。主人房呢采光度不错，同样呢就是做了两张的单人床，有大量的储物空间。两间客房呢中间有个浴室的，重新執修过，是有窗容器缸。第三间睡房呢就在厨房隔离的，现在业主就是摆了个梳化和做了储物室。望返个厨房呢，厨房呢储物量呢就相当充足了，而且是配备了基本的煮食炉具和厨房电器。厨房隔离呢就有一个洗手间的，可以当作工人浴室之用。单位呢是有一个油盖的车位的，这个车位呢轻松又易泊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